我是黄秋生，巴士黄秋生，我是偶像。偶像 OK， 好，偶包有放到旁边吗？刚刚有脱下没有？还是偶像，放松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你的手势，你看放松是那么难。是啊，尤其跟你一起在录影真的难啊。哦，黄秋生会不会有压力？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有一点被当成反共意识？我完全没有这种压力，我完全不是生存在人家的思想里面。 TVBS 看板人物每周日56台。